接下来大家啊，有可能会讲到一个让你们胃不是特别舒服的一个知识点。那其实呢，就是说有可能大家看格式吧，稍微有点拧巴。那拧巴，这词真好。是的，还是内部类，但是是匿名的，懂了吧？啊，大家匿名在哪儿学过呀？对，匿名对象，匿名对象，大家为什么写这个呀？是因为它是对象的简写格式，对吧？大家非常好。其实匿名内部类就是内部类的简写格式，没有想到这种格式让人有点不舒服，是这意思啊？注意啊，其实没有不舒服。写的次数多了就习惯了，而且呢用起来非常的方便，对吧？简写都是为了方便。三元运算符是不是简写？是的。那个匿名对象也是简写，不用起名字了吧，省事儿。匿名内部类也是简写，但是大家注意的是，匿名内部类的简写它有一个前提，不是什么情况都能简写的。大家还记得吗？咱玩这个简写的时候是不是都有前提啊？对不对？ if else 变简写，那还必须得有返回的结啊，运算结果吧？是的，大家。它也必须有前提，什么前提啊？叫做内部类，必须内部类必须继承或者实现一个外部类或者接口。啊，换句话说，你得和外面有关系，懂了吗？没关系不行啊，没关系就是不行。哎呀，关系，那大家这样吧，老师把刚才那个内部类给你们写一遍，好吧？那个不是看懂吗？是吧？咱先写看懂啊。class 来一个 outer， 好不好？这里边呢，我们干脆吧，把这一个带上吧，是吧？这已经开始，它已经比如什么呀？它已经属于固定出场演员，好吧？class inner 那这歌里边呢就 vo 受了吗？大家打印一个受点点再加上 in number。 好了，这点小玩意写完以后呢，我就 public vo 甭 public 行写了。这里边来谁啊？叫做 inner in 就等于 new inner， 是吗？然后呢再点什么印点受，对吧？那么大家注意这种情况，如果一个对象就调了号码一次的话，是不是可以解释成 new inner， 这叫匿名对象嘛？哎，是这意思啊？这能看懂这个？完了，何为匿名呢？对，就是没名字，内部类啊没名字，懂了吧？内部类没名字。这就糟糕，没名字，懂了吧？你拗啥？这个懂了吧？啊，这就是纠结的地方。所以呢，它就得什么？它就得有前提啊，有前提。什么前提啊？你得有个明确的爹，懂吧？哎，就这么回事。所以呢，老师在这儿吧，先写什么呀？先写个外部类出来，比如说 abstract 啊，老师故意写个抽象的，是吧？把这个代码上写稍微复杂一点，来一个 demo 演示一下。这里面来个 abstract， 大家 void 来上一个 function， 这就 o 嗯，还瘦还是省事啊，有玩意改。然后这里边干什么呢？叫做 inner， 大家注意看这个 inner 啊。你想要把这个内部类简写的话，它不是必须有前提啊，它得去继承，继承谁啊？继承 demo， 看到吧？大家它是类不？是吧？只不过这类名特殊嘛，这类名是不是叫做 outer 美元符号 inner 啊？对不对？它就继承了这个 demo， 就这么回事。继承完以后呢，是不是将 demo 中的受方法复写了？是的。复写完了以后，大家在这里边我直接用 inner 对象点 show， 这能理解吧？是的，大家。如果把它换成没名字的话，
现在我讲那个是有名字的情况，把它注释一下，我不要了。注意啊，它是满足这前提了，哎，它已经满足这前提了，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它写成匿名的了。怎么匿名呢？看着啊，注意 look 格式，又一个 inner 挂号了，有名的吗？是的，这就叫没名的，懂了吧？老师，那你用谁准备？他不是有前提吗？音乐没了，我只能用谁了？对，我只能用他爹，知道吧？为什么有这前提啊？没有这前提，我拗谁去？是不是？哦了，我就真的拗了一下呆嘛。出事吗？对，你为什么写抽象了吧？是吧？我不写抽象嘛，你就反倒认为啊，就这样没问题，写抽象就不行了。注意听，关键的啊，就这块一块搞定就完事儿了，好吧？有两部分，一个 new 的部分，一个创新的部分。我这个 new 对象是不行的，因为 demo 是抽象类，对不对？不能创新对象。你知道为什么不能创新对象吗？因为它有抽象方法嘛。哎，那你觉得我要如果把抽象方法给复写了，它是不是可以创新对象？是不是这道理吧？方法是不是要封装起来？看着啊，我不写分号，写分号叫直接创建 demo 对象。我后面不想写啥呢？我写大括号，这个叫做我拗了一个 demo 类的对象吗？不，我拗了一个 demo 类的子类对象。因为只有子类它才有权利去覆盖受方法，我把这个覆盖的方法我定义在这个区间当中，能懂吗？哎，带着内容的对象，屌了吧？不画错了，这儿带着内容的对象，打印的时候呢一样可以受点上 number， 没有错。这里边我多加几个点好看一点，好吧？这个就是匿名类不类，懂了吗？这个就是匿名内部类。其实大家说白了，是不是就拗入对象？而且对象带内容，对吧？能带内容对象，我跟你讲，是不是 demo 的子类？因为是不是只有子类才能覆盖的方法？对，其实大家跟你们讲，没那么夸张，知道吧？匿名内部类呀，起的名字起的吧，是不是？叫什么样啊？其实就啥呀？其实就是一个匿名子类对象，注意听，是什么对象？是匿名不匿名不管，是什么？对，记住了，匿名类不类其实就是子类对象，懂了吧？他呢，其实做了一个简化封装动作。按理说，咱要搞一个类去继承他爹，这干嘛呀？覆盖的方法再是不是对象啊？现在就是一气呵成，你懂我意思吧？我拗一对象他爹，并把它覆盖掉的方法封装在这对象后面大号里边，这个子的地方就创建完了。连复写再拗对象，是不是全 OK 啊？这不比着方便多了吗？大家是不是？哎，欧了，大家必须说一下啊！注意听，这是子类对象啊，一定是子类的，就干嘛呀？格式就是我拗一个什么东西啊？父类奥、哦、什么东西啊？接口名是吗？刮胡大括号嘛呀？子类内容，懂意思吧？好了，这不再废话了。哎，我问大家，你就我这里边，你们能写个 VYD 哈哈不哈？啊？可不可以啊？这可以不行？搞笑是不是大家？啊？搞笑是对的，我这哈哈不是笑吗？这是对的。为啥呀？那你这个音的实现继承 demo 怎么着？我这里边不能写哈哈方法呀？啊？
对，是不是合法？必须的嘛，大家无非就是把这种格式是不是转换成这种格式啊？我再说一遍，这仅仅是简写格式而已，懂我意思吧？什么是格式？你们看着别扭啊？就这么个意思嘛，对吧？大家刚开始你看香香变成猪八戒是不是不爽啊？对吧？不说了吗？吐啊吐的就习惯了，懂我意思吧？好了，大家这不完事了吗？还没有完，但发现人家继承完复写了，我们是不是也跟着复写了？对吧？觉得人家对象了，我就对象吗？对，说老师哪有区别呢？这个对象和这个对象的区别就在于我的对象有点胖，是吧？哎，然后说老师，那你叫瘦啊？哎呀，是对象吗？是对象吗？有点瘦吗？啊，不是、啊，对象调用那个成员是不是天经地义啊？那怎么的啊？瘦对象能调，胖对象就不能调用啊？对不对？你这其实胖人不太合适啊，对吧？哎，就这么回事啊。这欧了吧？欧了嘛，对吧？到这儿大家咔就调用，是不是欧了呀？哎呀，真能用吗？大家注意往这看，看我肚子点儿了吗？对吧？来，我弄一下，这里边麻嘞，我这里边我真的拗一个叫做欧的，点上一个叫做 master 的啊。然后呢，这里边就编译啊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一天，我上面写东西了啊，四嗨 ，Java C inner class demo 四，哎呦，那是这意思，这三个不能编译啊。哦，对，我这时候多加参数啊，啊，是这意思啊，把这个都去掉啊，就这样，走你。Java inner class demo 四，没错吧？就完事儿了嘛。大家，这个就是匿名类不类？匿名类不类？注意哈，我给你画一下，到这儿是啊，懂吧？调不调用是你的事儿啊。对呀、啊，那你调用你就用吧，不调就拉倒嘛。但是对象先创建好了嘛，啊？这是简写格式，你喜欢就这么写，懂了吧？好的，它也一样有局限性的，一会儿告诉大家啊。这个 O 完以后，大家没问题了吧？嗯，稍微停一下。